咁叻女啊，识嚟保释我啊？我真系唔信咯，你咁大个人，连2000蚊都冇。我真系冇。你嗰啲钱点样攞嚟噶？系咪偷翻嚟噶？你唔记得啦？你得闲又俾200蚊我，得闲又俾300蚊我，比埋埋，俾咗3200蚊我啊！我系冇用过嘅，扣除咗今日嘅2000，仲剩翻1200蚊，使唔使俾翻你先啊？好啊，即刻攞嚟啊！梗系唔得啦，你俾咗我就系我噶啦，你啊仲争我2000蚊，记得还啊！你得噶啦，你完全可以当咩事冇发生过。我未审你啊，做乜衰到走去做鸡啊？你估我想啊？就算你唔嚟啊，我都会跳窗走噶啦。做咩啊？系咪谂住死咗之后可以乜事都冇发生过啊？死唔死唔争几啊？鬼叫阿妈系咩西敏子啊？喺佢又唔系，唔喺佢又唔得。西敏子啊，争落人哋八皮嘢啊！佢话唔喺肥叔嗰班人，咪逼我还咯。即系你孝顺咧，就冇人会闹你嘅。不过我想讲，你呢啲叫做傻孝啊！你学生妹嚟噶咋？你凭啲乜嘢去揽你阿妈？你估我唔知咩？如果有得拣，我都想去行街 shopping 买 iPhone 噶嘛。嗰啲死人麻甩佬咧，见到都作呕。啊，你听我讲啊！不要再找肥獅和金毛，如果他再找你的话，你答我赌啊！你阿妈调送我咩？你不要拣你，你啱啱连保释金嗰2000蚊都冇，我俾的。我几时有呃过你啊？我得就得。仲有啊，你听日开始同我俾心机读书，一定要读到中六，最好读埋 DSE。总之你读好晒书之后，你先至好出嚟做嘢。你又做社工噶？你同我两母女冇拉冇冧嘅，点解你要咁照顾我哋嘅？定系你想沟我啊？定系你想沟我阿妈？话你当我变态佬啊！而家我同你讲啊，你啊同埋你阿妈，我完全都冇兴趣啊！林舒怡，做咩啊？
呢一座系我喺入边挨咗五年嘅监狱，当年我好辛苦先走到出嚟，估唔到今日我要走翻入去。高高，你肯定今夜喺入边。今夜就將人到咗啦。唉，你出去同我準備下午茶。沙瓦迪卡，今夜我都好耐冇嚟探你啦，請求托。呢個係我 P 郎阿祖。今夜。唔使咁客氣啦，我哋三個一樣嘅喺度踎監，我喺度踎咗五年，諗都冇諗過可以有個咁嘅地方。呢度有錢咧，你搭個天堂出嚟都得啦。你兩個嚟咪同我借錢係嘛？冇得借嘅。高高帶我嚟見金爺。是同你認罪，無良是我殺的，因為他害死我老婆，我一定要報這個仇。高高跟我說，無良背後的金主就是金爺你，他的死令到你不見了很多錢，我知道這條數我遲早都要找給你，以金爺你的實力，隨便開句聲我都可以發揮，但我很希望今夜你可以俾多一個月時間，因為一日我仲未死，我仲有一個人要殺。你好聰明啊！劫獄救阿高高出嚟，就帶佢嚟見我，即係話我欠你一個人情咧，我要承擔啦。不如咁咧，你個仇人我幫你殺，你同我賺翻我嘅天文數字嘅錢。今夜呢一個人。我一定要親手殺。好，一個月，我真係唔見咗好多錢，連好多人都唔敢講我唔見咗幾多錢。不過做人咪下下講錢啫，我好贊同你嗰句，仇啊一定要報，仲要親手報。一陣我揾人送你去機場。坐我私人飛機翻香港，多謝你今夜。一個月之內，我一定會翻嚟揾你。到時我條命係你。好，我等你。最新劇集《逆天奇案二》已經在 TVB Anywhere North America 上架了，北美的觀眾還等什麼？快點去下載這個 Apps 來煲劇吧。